的小龟，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好的，当时我正走在来这里的路上。原来是安内哦，也就是独族忍者把什么东西丢进沼泽里了。是的，然后我观察了一阵子之后，才上前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沉入沼泽里。你掉下沼泽的时候，就顺便抓住独族忍者丢下沼泽的东西。原来如此，小龟抓着的就是那个。山田老师，独族忍者丢进沼泽的东西会是什么呢？看来得要在潜入沼泽里面调查看看呐。你们几个帮我拉这根绳子，快点！嘿咻！拜托你们哦，龟子，你的力气跟我一样都非常大，我们加油吧！好，我会努力的。悟丸，你似乎很不服气耶。那当然咯，拜托，要从沼泽里面拉起不知名的东西，这对小气鬼来说做白工是很伤身的。可是那个重量，我觉得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值钱？对悟丸讲那个名词的话。悟丸，悟丸，小气鬼力量全开，好！耶！飞出去了，这比我听哥哥说的还要不可思议。发挥小气鬼的力量固然很好，但拉起来的东西挥走了，这要查什么啦？包在我身上，专闻值钱东西的小气鬼，嗅觉可是比狗还要灵敏的呢。闻闻闻，看吧，找到了，宝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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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宝物吧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这是伤脑筋，终于追上了。悟丸，宝物怎么样了？那个，里面装了莫名其妙的东西。这个是蓝鹰。乱箭？不是乱箭，是蓝鹰。蓝鹰的探卡，蓝色的探卡。别跳了啦！笑了笑了，龟子喜欢呢。蓝鹰的探卡，蓝色的。哎呦，真是的！蓝鹰又名蓝鹰炮，是死火箭的一种。是值钱的东西吗？当然算是啦。呀哟！如果没坏掉的话。这炮身已经破裂，因此已经无法使用了。因为独族忍者真的很不会用火器嘛。
大概是他们把新武器弄坏的，因此偷偷摸摸拿来丢，以免被上级发现。新武器？你们看，这中间不是有一根支柱吗？那是用来让中心可以回转，这样就能够扩大射击的范围了。我之前看过这个东西。你在哪里看过的啊？停靠在监视港口的南蛮船上就装了这个。小龟，你观察得很仔细哦。蒙丢，这个啊，这是搭载在船上的炮。哎，新兵卫，你没看过吗？南蛮船来的话，我都把注意力放在南蛮的灵石上，根本没仔细看过船。哦，你别自信满满的讲出这种话，多多少少也向小龟学习一下。知道了。既然蓝鹰炮是装在船上，这样是不是表示捕猪城又打算建造军船了？我觉得可怜哦。不过蓝鹰炮也能在陆地上使用，像是装在碉堡上面。哎呀，总之这件事情得向学院长报告才行。这个坏掉的蓝鹰炮怎么办啊？买不了钱的东西就别管它了，我们把它带回冷树学院吧，上课的时候也用得到啊。哎，武儿，你喜欢做啊？没有啦，只要一想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做白工，小气鬼小物就一整个没力了。武儿，小龟很喜欢你这样。哎，管我什么事啊。那个时候跟爸爸做生意的明朝商人就对我做了几件事。哇，小龟说的故事好有趣哦。小龟懂得好多事情，脑筋又好，或许比新兵卫更适合当忍者呢。乱太郎。新兵卫。新兵卫，对不起啦。新兵卫。大哥哥真命苦。小气鬼也很命苦的。好命苦啊。